44周是不是都有专业课？肯定有，然后他们就培养的就是音乐的。他这个学费是不是得比普通的高中得贵呀、啊？有多余学费吗？那我还真的不知道学费多少钱。你们家孩子学什么？我家孩子学钢琴。他也学钢琴、嗯？多大了？6年级。小学6年级啊？嗯。是吗？嗯、考级了吗？没考。没让他考级。嗯。考级没有用是吧？有用，你到最后8级九级的时候，10级的时候考一下。啊、哦，你们孩子学几年了？他不太愿意学，所以说没以这个太为主。啊，他不太愿意学。嗯，就是平时不是那么愿意练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说他不愿意练，我感觉就够呛，对不对？嗯、你这个东西你不练，根本就不你。就是说，你就免谈了。你不练，你就免谈了，你就不用寻思了。小时候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喜欢练琴呢？那你爱好？我小时候作业都不写，都要练琴。那你喜欢呗？对呀，特别喜欢。你开视频啊？所以我觉得钢琴让他能坚持住，能跟上就行。啊、嗯，或者是做个业余爱好吗？他学声乐。他现在学声乐，学唱歌。对，是吧？嗯。学唱歌赶趟吧，学唱歌他也学了好几年了。学唱歌赶趟啊，学唱歌还用学那么多年吗？哎呀，啥艺术这玩意儿没有止境。哎，这钢琴快让他好好弹的吧，像你还有这些这层关系我觉得唱歌也没有弹琴好呢，我就喜欢乐器。那当然了。啊，那当然了，当然吧，是不是、嗯、唱歌不
辽师有啊，大连艺术学院，音乐学院什么上海说，哎呀，没有那么高的期盼，是什么辽师大学能考上，就是大连那个最、哎、就是大连的这个哪怕就是最小的一个大学，只要里面有钢琴专业就行，我就要求特别特别低，考上就行，特别低，没事。